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。今天我们继续我们的进击的巨人，一样。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记得左下角还是右下角啊？左下角一个订阅，记得右下角一个赞，感谢各位的支持。希望赞数越来越高，观看数越来越多啊，老头就会非常的开心。感谢各位今天的各位长久以来的支持啊。我们废话不多说啊，我们继续下去吧 ，Go！ 好，一开始就进入动画了。上一集呢是这个巨人。我们的爱莲没事啊，就是他是巨人，变成巨人这样子。被交代要保密，不能说出去。すぐに人類全体に知れ渡るだろう。それまでに。好，这件爱莲变成巨人的事情，完全被上级给保密了。ちゃんと体は動く。意識は正常なの。アルミ。为什么我会被围起来？好像看似怪物一样。化け物を見ているような。イエガ訓練兵、下手にごまかすは榴弾をぶち込む。率直に問う。貴様の正体は何だ？人か巨人か？是人还是巨人？質問の意味がわかりません。我不懂你们在说什么。シラを切る気か化け物め。大勢の者が見たんだ。お前が巨人の体内から姿を現した瞬間をな。そんな。我是人類啊。自分は人間だ。そうか。仕方ないことだ。私は間違っていない。我没有错。自分が悪魔じゃないとは証明できないのだ。没有人能够证明自己不是恶魔。哦。哇，火炮对着我们了。悪く思うな。GG。炮击发射。哇。呜。这时候杀出了程咬金。哇！瞬间变身之术，巨现化。我觉得那个变身咬手是他的本能呢、欸。我觉得是他的本能，为了保护自己在乎的人，这个本能巨现化了。对。夭壽啊，驚死人哦！这是什么？他连自己用出来的东西他自己都不知道。这是。だが、こんなもん見せた後で、中東兵団と会話できる自信は、俺にはない。俺はここを離れる。どこに？どうやって？とりあえずどこでもいい。もう一度巨人になって。準備要逃了吗？俺をかばったりしなければ、お前らは命まで奪われない。ここからは単独で動こうと思う。打算单独行动了。私が遅れて。如果我追不上，你不必理会我。ただし、私が従う必要もない。爱香水。待てよ、味方。考えはもう一つある。無茶を言うが、另外一个方法。もしここで中東兵団を説得できると言うなら、我是相信你、听你的指示。それを信じて従う。エレン、どうして僕にそんな決断を託すの？お前ってヤバい時ほど、どの行動が正解か当てられる。艾尔敏在这种危机的处理之下，他的观察是非常敏锐的、所以说。爱莲非常的清楚，要把这些重责大任交给他了。对啊，五年前如果不是他去找，他们两个早就死了。艾米，我相信你。好，等烟雾散去就准备了、其实都只是我在胡思乱想。
はしてまといだと。就是要你讲干话的意思啦。必ず説得してみせる。用干话驯服他们。極力抵抗の意思がないことを示してくれ。不要做出反抗，好的。你应该去适合去做安利，对不对？止めれ！彼は人類の敵ではありません。私たちには知り得た情報のすべてを開示する意思があります。敵でないというなら証拠を出せ。証拠は必要ありません。我々が彼をどう認識するかは問題ではないのです。大勢の者が彼と巨人が戦う姿を見たはずです。周囲の巨人が彼に群がっていく姿も。巨人は彼を我々人類と同じ捕食対象として認識しました。この事実だけは動きません。精神喊话哦，都动摇都动摇了。何これ？迎撃態勢を取れ。哇，奴らの巧妙な罠に惑わされるな。何か？结果还是失败了。好，这些兵真的是风往哪吹往哪倒啊！艾莉，米卡莎，我们相信你，加油吧！继续用你的干话。私はトーニー、人類復興のためなら心臓を捧げると誓った兵士。その信念に従った末に命が果てるのなら本望。彼の持つ巨人の力と残存する兵力が組み合わされば。この町の奪還も不可能ではありません。人類の栄光を願い、これから死にゆく人長人の幸運来、彼の戦術価値を解けます。参数价值、うん、予算か。予算か。頭痛体の割には小鹿のように繊細な男じゃ。小鹿般的脆弱。ピクシス司令。ピクシス司令。お前にはあの者の見事な敬礼が見えんのか。吉他老伯。あの者らの話を聞いた方がいい気がするの。其实他在动画里面，我觉得他很像那个什么，那个谁，吉他老伯，那个是谁啊？哪一部啊？南侧的最高领袖，多亏有他，总算得救了。哎，我现在靠操控阿尔米哎。那个吉他老伯是哪一部卡通？我忘记了，叫做咪鲁咪鲁魔法阵，是不是啊？管他的，反正据说最近要出重制版了嘛，对不对？我真的觉得他超级像吉他老伯了，搞不同个人吧？啊，我们成功说服了。我真的是干话王哎、欸，超级干话王呀！我是超级干话王无误啊，超强的。喂喂，你们可别想耍什么阴险手段。嗯，他们还是对我们产生了警惕啊，每个人都害怕。叫什么叫啊？我又没撞你。怎么这么说？请你听我说几句啊。果然这个是很害怕我。难道他们也在怀疑是不是我们里面掺杂了假扮的巨人这样子。好，这是干话，不要理他。嗨，你好，汉尼斯，这个是我们的舅舅。你没事吧？啊，都平安无事。因为你真的很聪明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找出存活下来的方法。当然啦、啊，我是谁、啊？我们先稍微去看一下我们身上的装备可不可以强化好了、啊。上一轮我们赚这么多钱，对吧？来吧，新开发，感觉好像都没有办法开发新的东西的样子、欸。他到现在还没有出新开发的装备，都是这几种。都是暴风啊什么之类的，我们来改造一下好了。好，材料差超多，非常之不够。呵，看来有钱也没办法用什么吧？还是有新的材料可以买。
二级，有哎、欸，我靠，这按太多了，二九九九吓死人了、啊。买个两个好了。有，然后改造装备的话，二级钢材跟超硬质钢铁，我们没有。这个呢？哦，我们这个需要稀有金属，好像刚刚有在卖，是不是？二级黑金属有没有？也没有。稀有金属的话，这边刚刚有吗？没有，对吧？对对，没有。耶，yeah, 什么都没办法做啊！算了，我们还是继续跟他们对话一下好了。啊，負けな。大家都不相信我，非常的难过。没有人相信我。伊安，你所说的相当有参考价值，不过司令会亲自听取你们的意见。司令对我非常感兴趣啊，怎样，不行吗？喝啦喝啦喝啦，屁话。这个是回去原本的那个之前的剧情嘛，打材料的。好，这个是主线。吉他吉他老伯，我来了。你刚才说只要运用巨人的力量就可以怎样怎样之类的，好，嚯，变成巨人的爱莲说不定能够搬动大门附近的那颗大岩石，将遭到破坏的门封死。哎呦，执行吧，来吧。其实呢，动画这个版本呢，让我觉得最热血的部分就是艾莲拿着巨大岩石把门堵住，哦，真的是鸡皮疙瘩掉满地。因为那一次呢，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真的成功的击退巨人，第一次啊！他们好几年前一直都打败仗，就这一次是成功的，哦，超令我动容。好，大圣功要出现了，没了吧？马勒巴拉！接下来我要说明我有多帅，我超级帅。旁边这个也说我很帅，他说我很帅。他是我们秘密研究的巨人。哇，成功案例！啊，原来他是巨人。巨人と化した彼は禅門付近にある例の大岩を持ち上げ。破壊された扉まで運び、穴を塞ぐ。その間、彼を他の巨人から守ることが諸君らの任務である。保護他、避免被攻击。嘘だ！人間兵器なんて嘘に決まってる！ここで死ねってのか！俺は降りるぞ！我要退出。他们的背章是那个城门的军团，守城门的。哎，不是吧？他们是宪兵还是守城门？我忘记了。守城门好像是一只老虎吧？今この場から去る者の罪を免除する。巨人の恐怖に屈した者はここから去るがいい。そしてその巨人の恐ろしさを自分の親や兄弟、愛する者に味わわせたい者もここから去るがいい。止步了。唯独家人我做不到。这是领袖该有的那个统御力量啊，领导统御啊。振奋士气了。我々はこれより奥の壁で死んではならん。どうかここで死んでくれ。为了不让我的家人惨遭这些灾害，所以说呢。我要来这里把他们全部打爆。大岩付近の巨人を排除せねばならん。町中にいる巨人は倒すか、壁際におびき寄せるんじゃ。下令开始朝巨人发射炮击。哦，侧面啊。好吧，这边所有的巨人，哇，好多哦，超多嘞。他直接挂掉，是骑行走吗？艾尔敏真的好烂哦！艾尔敏的统帅力相当杰出，
是擅长利用队员进行的角色。哦，所拥有的战术战术眼啊，所拥有的技能战术眼能让对方集中为强化的命令。哦，怎么使用命令？哦，所以说我根本就是一个，我这只根本不是 AD 啊，啊，根本是一个傻炮啊，是不是？人類は初めて巨人から領土を奪い返すことに成功する。僕の立てた作戦が採用されたけど、この作戦で…啊，怎么找不到人？哎，已经死了。お前が考えたんだ。うまくいくだろう。もらっちゃう。キリがねえぞ。哎，他们死掉了、欸。死掉捡他们的东西啊、喔？捡尸吗？もらっていく。好吧。哎，我的攻击感觉超弱的、欸。真的很弱，弱到一个不行。哦，那边有绿色的任务，快去快去！居然打不死，一下打不死啊！攻击！一堆苍蝇在他头上飞来飞去，有吗？哎，怎么飙不到上面啊？有了，有成功。马可救援成功。もう大丈夫だ。もう大丈夫。補給物資を持ってきたから使ってくれ。ジャンも補給班だからその辺にいるはずだ。見かけたら助けてあげてくれ。好，信号弹找到了。救援要請だ。求救信号。我就叫他们帮忙攻击就好了，我就不用那么麻烦了。切他，切得好！呼呼，耶大叔，太爽啦！助かったぜ。補給物資を持ってきた。お前も使ってくれ。给我你的氧气钢瓶，快点！氧气钢瓶，我看到了，在地上。啊，捡尸体啊！啊，好多人死掉啊！惨叫声出现了，我拉不住。有，这绕背真的蛮辛苦的。阿尔米的机动性没有那么高啊。こっちの誘導に引っかからない。おびき寄せられないなら、直接倒すしかない。負けるもんか！落とせたぞ！負けるもんか！救援要請か！待ってろ！やったぞ！来，我们去救一下雅尼。雅尼那边三个巨人，哇！身子不够，割掉他，有。好，多杀一点。
哇，正面！哇，完全不行啊！救命！打啦！对，乖，打啦！居然没死！哇哇哇哇！太危险了！没瓦斯了！换瓦斯，换瓦斯！刀片也要换了。哎，这招是什么？闪光弹？哎，干什么东西？完成副任务，就会有机会使用陷阱。当巨人接近时，脚步会遭到破坏。刀片要换一下了。使用闪光弹让巨人晕眩，对利用声音探知人类的巨人无效。音爆弹利用声音让探知人类的巨人有效。啊，相对的，利用视力探知，我怎么 要怎么分别它是用音探还是用视力去探啊？要怎么看啊？眼睛闭起来吗？我真的还不知道哎、欸，说真的，按一下闪光弹是吧？这个吗？喂！结束。哦吼，直接摔下来！哎，这个是陷阱哎！哎呦，红色的，我们来吧。与沙夏会合，我们到了。大岩の周りに飛行士が集まってきています。これではエレンが近寄れません。飛行士が直接叩くしかない。奇形种，就这一只啊，这么屌？又是个变态，每天要看一次。这应该可以用闪光弹闪他的眼睛吧？在哪里啊？Hello， 你好，请你看我。想把你脚弄断，你知道吗？太硬了啦，用不断啦，开大绝。砍断你的双脚！好，解决了。还有吗？那边还有，超多。哇！被他闪过了，闪光弹。
音爆弹通通都用了，超硬，哇哇哇哇哇，欸是欸是，我又被踢啦，补下血，哇会死，啊抓到我了，把头也砍掉，他没有双腿了，欸居然没砍掉，我以为我砍掉说再砍一次砍不到，有有有有，解决，还有一只，太胖了没打到，好硬哦，帮忙打手打手打材料哦，这个材料好硬，打脚会死，来，最后一集 ，Yeah， 获得材料喽！打头，全部都打头 ，Yeah， 成功了，差点就不行了。艾莲交给你了。剩下交给我了。岩石最近的地点，马上变成巨人。ここだ。行くぞ。这边很帅哦，超级帅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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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为了人类 ，Yeah！ 啊！哼，变身完跌倒 ，Yeah！ 又再度变身了，巨人之力。人間の比率で考えれば。あの岩を持ち上げられるとは思えないけど、きっとエレンには私たちを導く強い力がある。エレン。ん？あほほ。Oh my gosh！ 哇，失控了！咱们的巨人失控了，完全失控。私がわからないの。よけろ。哇！打自己的脸。巨人失控了，艾伦失控了。GG。结束。S， 哦，是不是？通通都 S 呢？连续冲刺，还要获得连续冲刺两次啊！艾尔敏他可以命令士兵攻击，超屌的。
6915。好，获得了一些材料，不过还是没有获得二级啊。哇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好吧。我觉得我们今天影片差不多先到这里啦，如果喜欢影片呢，记得多按个赞哈，记得就是观看数高一点啊，影片出的就更快。感谢各位的收看，如果喜欢影片呢记得订阅啊，忘记讲了啊，我们下一次再见了，拜拜。